别坐这里啊，这里好臭、哦。很恶心，蜘蛛侠联名的那个。哇，那个超丑，那个巨丑。你有没有带卫生巾啊？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字吧？我知道一些关于罗琦的秘密。罗琦，他的爸爸是杀人犯，他的妈妈他是精神病。不说就不应该来说的。有人已经回国了，哎呦！反正过年不就到处走亲戚拿红包？听说你家里很穷，我今天请你吃一顿。什么？所以你才有问题，哎呦，就是。
Thank you.